出道十年的 BigBang 即将在九月登台，这次不止台北，还不忘高雄的 VIP 们都可以见到他们的真面目。更令人兴奋的是，他们确定加场啦！四场见面会让没抢到票的 VIP 们又多了一线希望。不过，好消息总是伴随着坏消息。이번10주년이그저저팬분들한테는괜히좀뭔가무거운느낌到底是什么沉重啊？这次的粉丝见面会，沉重的是我们的 TOP 因为私人行程无法参与这次的见面会啦，所以确定是五缺一啊。但 VIP 们也别急着难过，听说这次见面会内容超级丰富，绝对会让 VIP 们大饱眼福。高规格的舞台装备，14首以上的经典歌曲，超过2小时的演出，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有别以往的搞笑，要让各位 VIP 们更拉近距离。Oh, that's fine, that's fine, that's fine.